Wake up, wake up！ 大家早上好，我是 Jane。 早上醒来后呢，我一般会先喝一杯水。这个百香果蜂蜜柠檬水里面呢，我还特地加了青柠，我觉得会更加的好喝。然后开始刷牙，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这款粉色的 Biomed 的美白植物牙膏，它有甜甜的葡萄香味，我非常非常喜欢。早上我是一定要用这种挤出来就是泡沫的洁面的，因为第一我非常懒，第二我觉得这种泡沫一般都会做的比较温和。这一款谷雨的时节洁面原液一共只有五种成分，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他们家使用了医用级的无菌的硅胶刷头，用它来洗脸，一个是觉得可以按摩到皮肤，还有就是我觉得它比用手洗脸要更加的高效。这款听说是王丽坤的同款，而且在2017年《本草中华》这一档纪录片听说还报道过这一个国货品牌。然后就是作为一个中年人，一个月健身一次的健身 routine 啦，我会先跑步热身一下，然后做比较多的腹肌或者是臀肌的训练，因为其实现在健身的频率非常的低嘛，所以其实身体的肌肉我觉得流失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会尽可能的多做一些无氧的训练。举铁的那一段我没有录，因为那边人太多了。顺便在这里立一个 flag， 希望自己可以恢复一周2到3次的健身频率吧。运动完后顺便冲个澡，如果你是有早上洗澡习惯的女生，而且你还恰好特别喜欢喝咖啡的话，那么我在这边会强烈安利你这一款迷之的小灯泡咖啡磨砂膏，它倒出来跟闻起来是真的咖啡的样子，而且有咖啡的香味，非常的提神醒脑，里面是真的有咖啡粉的，它可以紧致皮肤去水肿，它跟我的咖啡粉看起来真的好像。这款磨砂膏的成分呢非常的天然，冲洗完后还有天然的一个植物油的残留，如果生活节奏很快的时候，我觉得连润肤霜都省了，用完之后皮肤就是滑到不行。我们现在来进行日常护肤啦，化妆水是我最喜欢的 Aesop 他们家的 Antioxidant Facial Toner， 把它放到化妆棉上，我也想做一下二次的清洁，但我更多的时候是把它倒在手心里面，然后直接涂在脸上，抗氧化保湿能力也不错，然后镇静的效果也非常好，我几乎挑不出它有任何的不好。反正这瓶是我迄今为止最最喜欢的化妆水，有对到姜吗？
我的护肤 routine 都非常的简单，一般是2到3步就可以完全搞定了。白天我一般喜欢用有美白成分的一些精华，晚上的时候我一般会比较喜欢用一些维 A 酸的衍生物类的护肤品来做一个抗老。那美白其实我个人不是很追求白，但我会比较追求皮肤不暗沉，所以我发现25岁之后我对美白的东西就比较离不开了，因为涂不涂，你抗不抗氧化，你的肤色真的会有很大的差别。那我夏天是比较喜欢清爽的护肤步骤的，所以说instead of 美白的精华，我最近在用一个美白的基底液，它是九梅子的美白基底液，这个包装超好看，很像那种韩国的化妆品的包装的感觉，很有分量。这款基底液是由一个在资生堂工作了40多年的日本工程师主导研发的，而且它有100毫升的超大容量，可以说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它还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美白祛斑类的特征，可以看到它流动性非常的好，抹了之后皮肤很有光泽。这个我看到是小 S 有在代言的，哎，这个非常的水，它其实就跟化妆水是差不多的感觉。这款呢，我看它成分是主打维生素 C 啊，然后里面还有甘油、芦荟和樱花、银耳的一些提取物。我觉得它的保湿成分跟美白成分都加得很不错。它这个泵头的包装就非常厉害，我觉得他们 packaging 非常的贵。不过他们家有用到 MIT 啊，还有一些甲醛释放类的防腐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成分党的话，可以注意一下这一点。那我个人对防腐剂是没有特别高的一个要求的，而且我也辗转的问过他们家的研发团队，他们那几个防腐剂的添加含量是符合欧盟的标准。然后这个基底液真的保湿的功能非常的强大，所以我就会直接上一个防晒。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会偷懒，就是早上醒来洗完脸之后就直接抹了个防晒就出门了但这样真的是不大好，如果化妆的话那个底妆就非常的不贴。但这支防晒我之前一个视频有说过，它修饰肤色的作用还挺好的。一般周六我喜欢做最休闲的穿搭，最常穿的就是白 T 恤和牛仔裤，穿比较透的白衬衫，要么就会搭一个非常薄的那种有线的内衣，就比如说这种样子有线的内衣，那就算你前面胸口有点露出来也没有关系，因为本来它就是可以外露的嘛。但是因为我等会出去要见朋友，所以我还是选一个白色的比较保守的内衣。这两款都是月小星的品牌方寄给我的，他们家真的是超乎我想象的，穿起来非常的舒服，我甚至觉得他们比很多欧美的一线大牌穿起来都要舒服。就算是他们家的钢圈系列，我试下来也真的是零压迫的那种穿着体验，因为他们选择了非常特殊的记忆钢圈，而且他们家特地用了意大利进口的棉花糖面料，亲肤感非常的好。这一款黑色肩带纯蕾丝的设计我觉得实在是太美了，它有那种法式复古的宫廷感。然后这一款肩带是纯蕾丝设计的，但是胸前是光板面料的，我觉得非常适合穿那种露肩的衣服，而且对轻薄的 T 恤和衬衫都非常的友好，它不会露出内衣的痕迹，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光板的这一款呢。今天用这个盘子叫做什么 Venus Marble， 就是我朋友送给我玩的。你可以听到我男朋友打游戏的那个键盘是吗？真的超级吵，没空。我总有一天要把他那个键盘扔掉。这个颜色做眼窝，哇哦，这么深啊！这个做眼窝色好像太暖了吧？上次用这个颜色。这盘给我感觉它的珠光色什么是很美的，就是它画起来有点危险，因为它的粉很松，然后它就会，如果你用刷子在眼皮旁边刷的话，它就会有一种我们要飞到你眼睛里面的感觉。因为今天全身都很素嘛，所以我想用 MAC 的 Ruby。现在完全是自然光下录的，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现在换了一个相机，我终于有了一个很小的 vlogging camera， 就是 Canon 的 GTX Mark II。就是很多博主都用的那个型号的相机，如果用 6D2 直接在自然光下拍脸就会有点太
太清楚，像一些小的阴影啊什么的都非常清楚。那 Canon GTX 拍出来就是还蛮平滑的那种感觉。好啦，等会儿一会儿就出门啦，拜拜。你妈是啥意思啊？Is ever when I was no one. 想在日光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妆。今天天气还挺好的，准备等会儿出门见一下我朋友啦。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